谢谢曾玉成。拿到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玉成。老师好。好。就是今天看你的表演哦，你有带舞群对不对？对。我告诉你哦，当你有带舞群的时候，就表示哦，你不是唱歌的人而已，你还是一个领队。你只有领，你带领的好，他们两个才会跳得好。所以你今天等于是一个团队在表演，很厉害。然后呢，会替你很高兴，在变身以前呢，把握了一个机会来这个地方演唱，会永远留下一个美丽的一个记录啊，很恭喜。请阿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玉成。老师好。刚才帮你伴舞的有一个姐姐是施丹彤姐姐吗？是。对啊，施丹彤面熟啊，她以前也是小小歌王，小歌王，现在长大了来帮你伴舞，哇，那个真的看到有点感动，有点这个传承的感觉哈。那所以你今天这个真的是有备而来呢，我觉得你们今天的整个光舞蹈的那个部分，我就加很多分数了。好，那尤其又是这个这首歌我也有唱，所以我非常的这个对，非常的开心你挑我的歌。那今天有点小小可惜啦，这声音有一点点沙哑，不然我觉得你今天真的非常有可能让这个敏硕有威胁的感觉哦。